你好，早上的11点钟啊，我们环球邮报台北新闻的读者们，台湾539的会员们，大家早安啊。那最近呢、都没有中奖啊，因为牌子他们走向非常不稳定，都是逆向开桥，所以说我们签539要特别注意，不要乱花钱的签啊。那么今天呢，社长有个灵感，公开五字牌啊。听清楚了，五字牌啊，这五字牌还不错啊，社长特别啊给他在这边做一个公开啊，01011111，22226263，也就是指向126位，01112226632啊。指向6位啊，21126位啊，好，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公开的台湾539的号码，祝大家好运都能中奖。